偶像先锋，他们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少年。三年前，这个偶像团体横空出世，粉丝量瞬间呈爆炸式激增，影响力当即遍布全球。三年来，他们的歌曲不仅获奖无数，更为全民传唱。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心情坏因为你不在。他们让人们看到了，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珍存的一份纯真、希望与美好。如今，这三个少年渐渐长大，在一直播平台上分享他们的青春奋斗史，引爆围观粉丝群体满满正能量。三人直播观看人数及点赞人数均过亿，他们是2016移动视频风云盛典年度偶像先锋 TFBOYS。 让我们掌声欢迎 TFBOYS。 有请。感觉忽然之间这几年里面三位小朋友长成美少年了，一下长大了。欢迎三位来到中间，我们请三位跟粉丝们打招呼，并且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感想好吗？有请。 Hello， 大家，我们是 TFBOYS。 谢谢一下科技然后颁给我们这个荣誉，然后谢谢在场的粉丝还有网络的粉丝给我们的支持，谢谢。好，大家也都知道 TFBOYS 2016年呢在一直播平台做了三次的生日直播。那今天呢 TFBOYS 在我们盛典的现场呢也要将粉丝们所有的打赏的金币全部换算成为善款，捐献给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用来资助一套青少年艾滋病预防书籍的出版。是，不仅是自己做善事，而且凝聚粉丝的力量，我觉得这就是偶像的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再次请出一下科技掌门人韩辉先生还有一直播首席创意官贾乃亮一起登台，有请两位。好，我们首先问一下韩总，了解到 TFBOYS 这样的一个善举的话，您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我坦诚来说呢，因为他们那个年龄也都比较小，他们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当时呢我就觉得他们那个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良的这样的一个品质。我呢也是从这个年轻人过来的，现在呢成了他们的这个大叔。我觉得我代表这个我们一下科技秒拍小咖秀一直播的这个用户们以及我们的全体员工们给他们三位点赞。也谢谢你提供了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来做这个事情。那现在目前为止不知道善款已经捐到了多少啊？亮亮，你知道他们的这个打赏的金币换算成善款是多少钱吗？打赏的金币换算的善款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吧。天，就是真的确实还是不错。如果用来做公益的话，一定会捐助很多需要帮助的小孩。你假装没看到我递给你的小抄，你把它有吗？这个没有。我们工作人员刚刚都计算出来了。因为我们这是真金白银，然后是实打实的通过金币打赏换算成的。这多少钱？你们要捐出的善款。我来念吧，我来念。你念吧，我有点不识数。他们一共获得的打赏的金币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是善款63万3397.38元。谢谢，谢谢 TFBOY 的爱心，谢谢，特别感谢。那除了感谢之外，我觉得今天啊，老总和首席创意官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是不是应该我们玩点有创意的事情呢？我觉得今天晚上主题叫放肆一下，对，爱心要放肆一下，接下来我们让气氛也放肆一下，没错。这样韩总好像要请到自己的两位好朋友跟我们一起玩接下来这个贾乃亮提出的一个 OK 没问题啊。是什么你要提出的这个挑战？我要提出的这个挑战是什么呢？是要跟我们所有的四叶草一起来玩的，现场所有的朋友一起来玩的，你们想不想玩？你先说是什么？什么叫做假人挑战？OK，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太难了。韩总，你要邀请谁一起来？上来。下面的那个好朋友太多，我觉得我可以和我们下面上面的所有的观众一起。
一起来，一起来，是吗？好，跟我们的观众一起来玩，好不好？好，那全场我觉得首先要不要派一个代表跟我们预演一下？啊，就是我们来玩那个我们都是木头人的那个游戏。我们都是木头人，原来千玺的生日会上、是的，是的，还有玩过，没错。那我们就听跟着千玺的口令，好不好？我们先预演一遍，预演过关了，我们再进行真正的假人挑战。没错，我再告诉大家规则。OK， 千玺可以玩个传统版，我们先来。那我就先说，我们都是木头人，三二一，然后我们就不动，好不好？好，好，五六七八，我们都是木头人，三二一。可以了吗？千玺可以发誓，亮亮先动，十遍不动到明年了，感觉。好了，我们现在玩正规的，好不好？好，全场的朋友都有啊，一起玩，跟我配合一下。只要音乐响起，大家听到一二三四的数字，马上就静止。再次听到一二三四的时候，我们可以复原，复原，还原。OK， 音乐起，全场都有啊。摄影机的也有啊，大家来了，挥起你们的手来。跟着我们的 dancers 一起来，好吗？我们的韩总也要跳起来。找一个最难的动作。一二三，动！我们全体台的观众们也动起来！一二三，停！一二三，动！这是一个体力活，感觉出来。一二三，停！两个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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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是嘉哥让我来念的。好了，让我们掌声再次恭喜 TFBOYS， 好不好？也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谢谢，谢谢。请走向我们的荣誉，接受我们的点赞，谢谢。同时也感谢亮亮，感谢我们的韩总，谢谢。谢谢，今天一直在台上，我们有好多的明星朋友，其实还蛮想跟我们互动的。我们派维嘉下去找位朋友聊聊天。我找。